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一直都很想买一个奥特曼的皮套，无论是谁的，但是有点贵。要是200块钱就能买一个也行啊，那一个皮套10000多，属实是有点买不起。关键也就穿一回，在后边就只能吃灰了。 全军出击！皮套是什么套？就是皮的套，就叫皮套。买个奥特之母的，那好像撑不起来吧？那个，婉豪是吧？婉豪啊，婉豪，婉豪敢这么带技能？婉豪，做仰卧起坐是吧？婉豪，等他往前点啊。 现在还是太远了，婉豪，婉豪是吧？婉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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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跑！你他奶奶的！我应该直接撇他，感觉能撇死。哎呀，我怕打不死，我寻我 A Q 呢。 来把多兰剑呢，来把红宝石吧。为啥不鹰斧子？我怕鹰斧子鹰不死，我寻我得 A 他一下他鹰斧子，他才能死呢。没事，下边再杀。这波他已经把闪交了啊，这婉豪，二级俺们学个 W 就开始 A 他。 婉豪，打不过，等一等啊！他二级，我们一级不行，而且他的兵稍微是有点多了。你敢把技能用了，婉豪？婉豪，彻底消灭！黄子，快点来，我干他！ 哎呦，婉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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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别，哎呀，叫人是吧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螳螂搁草丛里头，哎呀。 军系有点烦呢，我们的兵线呢，好像有点亏了。掠夺吧！婉豪还敢在草丛里边回城？我正要去。 回家。哎呀，不打了，我停停。行动吧！看来我的奥纳夫啊，真是不太好赢啊，老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没熟练度，斧子丢很远。那我收兵，我斧子不丢远，我还进了丢啊！婉豪，婉豪，婉豪，还有婉豪，打不过。 我告诉你，婉豪，掠夺吧！你等我升了的啊！
对不起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万豪是吧？万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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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豪！真当我奥纳夫好欺负啊？这是。我砍，我再砍。我撇你，往下跑。哎，那往这儿跑。我正要去。我再撇，别惹我啊！我生气起来很可怕。吃饼干儿。走位！哎呀，太难了。哎呦我天哪！还不开大？我开大干啥？我有病啊！我开大，你再跟我说一遍开大。我开大干啥？你跟我说一下开大干什么玩意儿了？你今天不跟我说明白开大干什么？啊，咱俩指定没完。开大加一速，我一斧子把你砍了。开大加一速，再给我说一遍，开大加一速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来，自己给我读一遍。啊，自己我读一遍。把这诸神黄昏原模原样的读一遍。Enemy killing spree. Killing spree. Enemy double kill. 掠夺吧。哎呦我万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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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闪现万豪，我算你交闪交的快。我正要去，有没有屎吃？我说停停，你等我有大招的。Enemy rampage. 嗯。Shut down. 快点参战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我玩好几把了都。啊。我可以再玩，没关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有点乐子了。控一波线啊！这波晚豪敢来，直接就砍死他。先开 W 吸点血，把血吸满。要不我这血，我感觉我这么点血不够打他的。这波他只要让我看见了，他就已经死了。这个晚豪啊，他只要被我看到了，晚豪他就已经人就没了。晚豪，吃我一斧！哎呦，我这螳螂，干啥呢？螳螂，怎么的？螳螂，啥意思呢？螳螂。等会儿啊，可以打。
晚豪什么晚豪？先杀晚豪，先杀晚豪，给我杀晚豪，杀晚豪！兄弟怎么办？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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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打不过呀！这没有闪，没有闪，你大意了啊！没闪，哎呀，别，对不起，哎呦我这么疼，嗯，好。实在是打不过，我们这三 v 三打不赢。那卡萨丁跟佐尔伊差的穴位有点多，不过我已经可血战斧了，没关系。这把得出个三速海，跑的得快，这个或者是吸地海。去找晚猴的，行动吧！晚猴是吧？晚猴，别走啊！晚猴，下路好像还行啊，那就没事了。我这用个可血战斧，他给我捡一个；用个可血战斧，他给我捡，他这不无限可血吗？不过也确实，我们这可血战斧吸地本来也快。洛克华的力量接近了。你咋的呀你呀，晚豪！啊啊啊啊！我怎么死这么快呀？我天哪，这啥虚区呀、啊？这螳螂这虚区，我的妈呀！我们将近满血，咔嚓一个平 A 给我 A 死了。这螳螂这虚区有点高啊！先来个啥呢？先来个带翼的月板甲。先来个三速海吧，跑快快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挺好。我把红打了，我觉得我们家这有点亏呀。他们家是上等马，不是下等马换上等马。那晚猴不值钱，我们值钱。那螳螂每回杀我，那晚猴死，还有我晚猴还敢推线，晚猴，晚猴推线，晚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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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推线，晚猴，晚猴还推线，晚猴。怎么的？还不走？还不走是吧？不给我面子！来来来来来，这多少钱？700块钱没了，700块钱没了，700块钱没了，这么不给面子！我日你哥！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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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我看你往哪跑？跑！跑！好，螳螂，螳螂，螳，打不过，这螳螂孤立无援，有点猛。出个白甲。我差一点能打过那螳螂，其实他也脆，你知道吗？差一点点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这波晚猴好像有闪现呀、啊，我没有大招，我能打过他不？应该差不多。
就是我怕他跑了。哼，算你跑得快。中路防御塔还是没了，哎呀，我早知道我拿一血塔了，你知道吗？但一血塔并没有左一的人头香啊，我觉得。左一人头700块钱，一血塔才多钱呢？这家伙，这不是来干我来了吗？他们家可能三个人，我有点害怕呀。那左一刚才把闪交了啊，这波我们干着左一。来跑来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，漂亮！把他中塔给他拔了。螳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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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狂妄！你给我把大给我放了！哎呦我螳螂！哎呀螳螂，把闪给我交了！哎哎哎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这晚猴推塔真快呀，这顿推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么能推！掠夺吧！他指定害怕，我跟你们说，晚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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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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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哇扣你一下子，我来人了，我在等队友了，你在等什么？科血战斧，哎呀，太猛了这！哎呀，还得来点魔抗啊！卡萨丁，卡萨丁人头不白捡啊！哎呦，卡萨丁，卡萨丁无敌了，卡萨丁，卡萨丁人头不白捡啊，兄弟们！啊，真不白捡，这卡萨丁人头可不白捡。卡萨丁起来了，他已经能单杀这左一了。我以为他要跑，我没想到他居然是回头干。这要是我指定跑，我指定没这魄力。先把上塔拔了吧。把塔推了！哎呦，我晚豪，晚豪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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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晚豪！啊！这可血战斧的回血挺弱呀，我发现也不行啊。吃药啊，药没吃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 A 呀，我右键点了没点着，是因为波浪剑吗？
哎呦我漂亮卡萨丁，掠夺吧，哎呦我转移，哎呦我转移，转移跑，转移往哪跑，转移你给我框里头了，螳螂螳螂给你扛打这，哎呀寒冰射箭了，螳螂死没死啊，哎呀螳螂没死，这家伙抠歪了，主要是确实是抠歪了，不行，我们必须得先把这上路给他推了啊！这个上塔不推，我们这兵线啊永远都很难受。这波去上路把塔推了，推完以后我们下来打小龙，啊，小龙要拿，我先推上路，一会儿打团杀人啊。先杀人一会儿，我们就杀这左一啊！彻底消灭！别急呀、啊，别着急呀、啊，撤一手，撤一手，撤一手！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龙没刷呢，还一分钟呢，早喝呢。那皇子活了，龙都刷不了，没事，可以了。来吧，可以团了。那二塔怎么都没了呢？哎我操，这板豪真能推，这对面这板豪 nice 小黄毛，牛头牛头，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走往这走往这走，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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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玩意儿那真他妈的能跑，哎呦我操，一顿跑完了，小龙可能要没了呀，这龙魂呢啊，有传送没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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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打得老快了，哎呀花玉龙魂没事儿，龙魂没事儿啊，你要十六啊行啊，你要十六也行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刘哥，你挡一手，刘哥。这家伙，哎呦，快守家，刘哥死了。来个蟹手吧，啊，出个蟹手。卡萨丁差一级啊，我们等一等。还行，这卡萨丁吧，不是不会玩，啊，只是没有发挥空间。
这是要打大龙啊，我一瞅啊，这打得老快了这。这能不能等到十六级不知道了呀。哎，我就发现我一玩这奥拉夫啊就这么难打，每一把这奥拉夫都难打，没有好打的，这怎么回事儿，这很奇怪，玩这奥拉夫就难玩。不用投降，等卡萨丁十六。等卡萨丁十六，不用着急，兄弟们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要相信卡萨丁啊，给他兵，别急，没事，给卡萨丁十六，我也马上十六。其实我们等级并不输对面啊，那晚豪才十四级，只要下条远古龙别丢啊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们只要把下条远古龙给拿了，有机会。我想想下波我冲谁，不行我冲这寒冰得了，你们觉得呢？自己吃的。给他留着，这个人必须得要蓝 buff 啊。手中，这谁打的狼啊！我操！哎呀，寒冰磕！哎呀，我操，这个疼啊！我人傻了，我一秒钟啊化成了一道灰儿，我直接消失了，咳血咳不出来，直接蒸发了人，你知道吧，直接蒸发了。没个影子懊恼，不是我往上冲啊，这波寒冰他的位置很差，左一技能用了，我寻思这波我们可以直接上去尝试一手卡萨丁，打团的话可以直接升十六的，你知道吧，他团战能直接升。